现场所有的嘉宾、好朋友热情的回应哦。你看嘛，咱今日吼，来参舞店的咱的面德雄，咱今日带伊周年庆，咱只平安闹庆。哎，阿妈有姐姐讲话，非常辛苦。非常开心愉悦的心情来参加，所以我可以让嘉宾来说说，嘉宾我也是咱累积已久，累积满满，要把大家呢，阿你讲精气神在就会提升，会今日的疲劳，会暗到有暗到咱的钢管辣妹，会有咱的顶个月的咱精气神在就，所以会暗到咱的讲滴滴清清的感情流入眼睛，今日呢要代表咱的面德雄来做个嘉宾，感谢所有好朋友的感谢就差。Yeah.
Thank you.
第二天三拜礼拜，哎，安排回民房叫来再拜，哎，安排来参加，再拜。最主靠信息，以为你是七爷，再拜你宋天和，啊，庆祝咱左右，哎，你叫二十周年，欢迎咱，哎，你叫助理委员，啊，咱吴良川团长陪同。哦啊，罗华忠先生，啊，咱冬天过今仔庆祝完满，全体恭贺着咱天顶宫，天顶上帝两位正神停三拜礼拜，祈求国泰民安，风调顺再拜，祈求予咱民丰乡，咱民丰吼，啊，咱福寿乡，啊，咱天顶宫，优惠万万里，全体双重优礼拜。祈求予咱今仔日在座或来参与咱这圣殿所有诶圣事台顶，啊，等于大家平安顺遂，请一票，好吧？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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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啊，可能冬天不到三更的时代，让咱平安顺心。但昨天，恭喜咱天天上帝，祈求咱家己冬天过，天天上帝，家己好。